就我选的那个，我这样走了以后，你俩后如果是这样走的话，这里一个多少块的路？คนไหนอาจารย์ถามคนที่เสื้อขาวเสื้อขาวกางเกงขาว不要变，这就是双提水，把自己保护好。就是说，这个时候，他攻你，你攻我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这叫防，这是一个防。那么，只是这种，我可以这么讲，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方法，这是这个。换个词就是同理过来提啊，提走不要摇，这直接往往往往往回去往回去往回去啊，看这四个字是语言的，一点都不是差的，你记得这个国家很多人都喜欢这个字，同好过来唐语走过来急换进去的时候不要急啊，你看这四个字它一点不错，不管你是左右，所以咱们这个咱就是从唐语起来唐语起来唐语起来，所以就很多人光知道这样话，光知道这么绕，这个绕它就不要急唐语就是这种，你看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你快一点，慢一点，它放松了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地方它不是那个，啊，就这么。到这个地方以后，你这个台子，台子要是这么，它这个力就力就出来了，是吧？所以你这样的话，它这个力是斜的，啊，不是斜，这样的话力就出来了，是的。所以太极拳的话是最讲究的，该地方指导的他就要去指导，就这么样，
เลยก็คือถู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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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说了，对，要继续，不管你，我真的在这方面下不去，下不去，也是。